感受到了你的幸福。这个人好。他就连连想说那个老头表情包。Nice， 太开心了，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好玩。上次五年前，五年前了。巴黎没有变化，我有变化。叫人不能同时踏进一条河流两次，相应的叫同一座城市不能被同样的人踏进两次。吃了轮胎餐厅，然后呢，早上吃了很好吃的牛角包，然后今天的整个下雨天，虽然不能太在外面逛，但潮湿的让人很舒服。然后买了很多衣服 ，good。阳光明媚，我刚出来的时候，默认还以为今天会有那个下雨，结果居然晒太阳，有点不习惯。我好都体验到了下雪下雨，就是没夏天来过，夏天来不了啥。这样的是，法国人很乐观，就是。街头上不管碰到谁，然后认识不认识都可以，比如抛个媚眼，就比如说刚刚过来那个一个男的，我们没事，我们就对面就一个，哈哈哈。说来一杯石榴汁，我来个 pomegranate juice， 他说你要 large 还是要 medium size， 我说你来一个大的吧，结果一杯这么大 ，OK， 15 get。唱完了 ，very good。最后，我是张颖。没有，刚刚就是今天碰到了五哥，就是《行尸走肉》里的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他还要让他合影。然后跟我左边的也是演员小哥哥聊了一下天，我结束的时候我说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，今天还是很开心的。我觉得整个 阿米 的秀现场给人还是很放松啊，然后呢颜色都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已经想好了要买哪些 look 了。 OK， 我都见吧。最后一天了，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，又要倒回去了。今天有点困，我受不了。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，昨天有一点，今天就很明显，就是有点困。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，如果过来待一周，可能会时间会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已经要回去了，实在是时间比较短暂。半点。哎呀，真 sad， 马上要跟你们说再见。巴黎吗？希望能快点再来吧，毕竟签证还没到期呢。你看你能不能成推促成一个？